趣温文化点读笔与 DK 合作新书啦 ！DK 儿童英语基础必备英语单词，2000个常用单词，6000个点读音频，一套搞定3到8岁宝贝的听说读写。入选英国小学基础教育体系教材。知名教育大 V 憨爸在美国，海淀胖爸爸，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顾瑞，英国杜伦大学的教育学博士 Wendy Fame 联袂推荐。12000加条的评论，至今零差评。26大主题，满满的实景大图，家人、食物、动物、城市，高密度知识结合趣味场景，拒绝死记硬背，一点就会。中英双语音标注释，配合 AI 点读笔磨耳朵，学地道发音，有嘴就行。A 到 Z 的词汇表比词典还好用，碰到不懂的单词一查便知。全是常用的场景词汇，难易合适，附上和小学人教版教材的选题对比，不能说毫不相干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三杯奶茶钱无缝对接到小学毕业。对了，如果你家这本已经掌握，那就选它作为拓展教材再合适不过了。不止词汇量上升一个台阶，还有日常用语、拓展句型、动词短语，各项能力都能有效拓展。趣微专属点读版，认准这只小狮子。夯实英语基础，从这套 DK 儿童英语基础必备英语单词开始。